So we are back from the 好的，coffee break。我们从茶歇当中回来，希望大家喝茶和咖啡都喝得愉快。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氢能数据收集的这个模块，大家可能知道啊，氢能现在在整个能源的格局当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有超过40多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氢能战略，所以呢，现在还没有必要的一点啊，就是去看一看生产氢能的一些方式，对它做一些监测，也需要去看一下氢能的用途。出于这个考虑，能源统计中心和欧委会在一起共同制定了一系列的收集模板。我的同事 Nicholas 会跟大家做具体的介绍。那么 Nicholas，有请你开始介绍。Hello, thank you, Luca, for the introduction, and hello大家everybody. 好，非常感谢 Luca 刚刚的介绍。我知道今天呢，也是我们培训的第一天，那也希望我这一部分的内容介绍对大家而言是有用的。刚刚 Luca 也讲到了，在国际能源署，我们尝试在氢能的数据收集方面开始去做工作，这项工作也是不久之前刚刚开始的。我会首先同大家讲一讲氢能方面的主要趋势。那么最主要的氢能趋势啊，实际上这部分的工作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分析师团队。他们稍后也会跟大家做其他话题的专门介绍。我们是确定了有关于氢能数据收集的方法，在现在的问卷当中，大家已经可以看到一方面这些的工作了。当然，这里工作会进一步的开展下去。氢能方面的关键趋势有哪些呢？不知道为什么幻灯片跳来跳去啊，很抱歉。氢能被人们广泛的认为，它在于支持我们的气候报复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源。它和化石燃料有一定的相似性。也就是在燃烧的时候啊，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但是呢，它对于我们很多国家2050年之前实现一个净零的目标是非常有帮助的。当然，在净零的承诺这个方面，我们现在有许多的贡献，还有项目，都谈到要去替代化石燃料，或者说要更多的去制氢产氢。那这对于我们统计专家而言，就非常有必要找到新的方式、新的方法，去更好的捕获住氢能的数据，包括怎么样用更加合理的、适当的方式去展示出氢的这个能源对于净零目标所带来的作用。我们可以从报告当中看到啊，在分析师的报告里面，正如幻灯片所看到的一样。有关于氢能方面的情况，2021年和2030年的一个对比。那在我们的 IEA 的网站上也可以获得这个方面的分析报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下载一下，这个信息都是免费公开的。在这些分析报告当中呢，非常详细的阐述了氢背后的一些技术。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氢的需求啊，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那在之前的话呢，主要是对于这种非能源使用，还有生产石化产品方面的需求。但是像我们所说的一样，氢能在两个图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话呢，都是放到了炼油厂，还有石化厂这个方面。到2030的时候，有25%的需求会是新的一些用途，而并不是像我们在之前已经看到的传统的氢能的用途。刚才也解释到呢，在全球各地，我们氢能的发展都是很快的。我们看到了，当然有各区域有不同，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这方面还是面临着一些困难。
氢能的生产现在呢还是主要存在于经合组织国家，但是下一张图表的就会看到其情况呢也在快速发展变化。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应该来进行区别，看看氢能的生产是来自化石能源池，或者是来自电解，或者是来自碳捕集和收藏。这些呢应该得到良好的区别。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的生产呢是来自于电解的，而来自于化石能源的氢能生产和 CCS 技术生产的还是比较少。在右边这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呢，目前的一些项目，就是2023年的情况，现在的项目呢都是在早期的发展阶段，还是在做可行性的研究，还没有有待实施。我们也希望呢之后项目可以快速的发展，能够得到实施。除此之外呢，现在我们也看到在经合组织国家中电解氢能发展的项目还是比较快的。在2023年，我们同时也看到除了经合组织国家之外，在中国也开发了很多新的项目，有些项目已经到了运行阶段。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目前电解质生产氢的工作呢是以中国牵头，中国领先的。很多项目刚才说到的也是在还是处于可行性研究阶段，还不可使用，不能够做工业使用。这里是经合组织、印度、中国这些电解质项目、电解项目的一些分布情况。And Saudi Arabia, which with their petrochemical plants are already using several electrolyzers, but in the planned project for 在一些规划的项目中，2030年之前的规划项目上呢，我们已经看到电解项目已经开始遍及到全球各地，以避免各国之间长距离的能燃料传输。这个幻灯也展示了刚才说到的电解项目发展情况。最后一点是有关贸易这方面呢，尽管生产产量是越来越多的平衡分布在世界各地，但是我们看到贸易方面，而且氢能的跨境运输方面呢，现在主要的项目呢还是在经合组织国家之间，主要是因为基础设施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因为呢，应该需要以特殊的方式来运输氢能。同时，我们虽然可以以这个氨的形式来去输送氢能，但之后呢，有一个转化的问题，所以呢，这方面需要开发一些新的技术。为此，这方面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投资。我们刚才看到了关键的趋势，现在呢，我们看一下一些关键的概念。首先，我们这里看到的氢，氢是什么呢？氢是一种气体，无味，无毒性，而且呢，燃烧点很高，对，很易燃烧，对不起。它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天然气的燃烧，它的测量单位是泰焦尔，我们更愿意使用泰焦尔这个单位。除此之外呢，这里我们要看到它的氢能纯度应该是98%，
所以呢，它不含钙，在其他的化合物中存在着氢原子。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国际生产和副产品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有些呢是直接生产的，有些是生产其他产品而带来的副产品形成了氢，这是不一样的。我们在统计中也要涵盖照顾到这两点。然后呢，可开采能源和不可开采能源。我们也要关注生产者是谁，采用什么样的技术。此外，在调查表中，我们没有区别清洁氢能源和非清洁氢能源，我们只是关注它的技术层面，因为其他的内容呢是比较有受到政治影响的。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作为一个化学化合物的氢能，我们没有考虑到是否是清洁氢能与否。此外，我们没有考虑到在其他化合物中所含的氢能，有两个例外，当然这里一会儿会仔细谈。我们刚才谈到这两个特例，第一个就是氨。氨是一个传统的产品，它是一个最安全最稳定的氢能运输的方式，它是比较稳固的。此外呢，在调查表中呢，我们还谈到了再生合成燃料，这些燃料呢是使用技术造成的，将氢和二氧化碳混合在一起，以更好的作为燃料使用。目前的技术现在呢都是在开发状态阶段，所以呢这个定义比较模糊，但是这是我们认为呢可以用它来照顾到目前的氢能发展的情况。最后一点，有关产品定义，我们现在呢也和 SEC 就是标准国际能源分类产品进行合作，来给氢能做定义，不管它是来自电解的还是蕴含在氨之内的，这是我们所做的目前的工作。刚才谈到了产品方面，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流向。需求方面呢也很清楚，它有些是作为转化的，有些用于能源领域，最后有些是用来最终消费的，或者我们也区分它作为能源使用和非能源使用作为区分。供应方面呢，我们有更多的流向，因为我们告诉大家它的来源和生产方式，刚才已经跟大家做了仔细的解释，一会儿会在调查表中具体的反映。生产方面，我们看到呢，氢能可以来自不同的来源，如果它是来自其他的产品或者是工业，比如说天然气或者是原油或者是石油产品，或者是生物固体燃料，或者是可再生，或者是非 可回收的一些废料，都可以从它们中提取氢能。同时在这里呢，我们也照顾到了是有碳存截流和储存技术，还是没有碳存截流储存技术，这里面我们做了一个区分。另外呢，我们刚刚谈到了氢能可以用电解来形成，
简化一下，十分简化，我们可以这样解释，也就是说它应该通过水，然后通过具体的一些薄膜将水离子化，然后就会产生出氢和氧，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化的介绍。这个呢，我们可以把它叫清洁氢能，因为之后呢，可以用它做产电，然后也可以储存做发电使用。在调查表中呢，我们也按照其来源进行了区分，比如说电解里面呢，它可以来自全电网，或者是来自可再生，或者是来自核能等等。Also, yes, so we specify as a so we distinguish what is connected to the grid. 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区分了来自电网和来自其他的能源呢。来自其他的能源呢是直接联系的，而来自电网不是直接联系。如果是来自于可再生能源的话，可能它可以是直接用于使用的。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氨和 e-fuel， 就是再生 合成燃料。它们可以来自不同的能源领域生产氨，包括来自于这个再生能源等等。然后呢，所有的生产的氨可以是能源使用和非能源目的使用的。现在80%的氨呢，将会是来自于天然气。所以，我们也注意到呢，氨对于其他的业务活动也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也可以在这方面呢，有相关的数据也是对我们很有帮助。其他的再生合成燃料大部分它是来自可再生能源。然后氢能的贸易，有关化石能源这方面呢，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来源国和最终的目的国。大部分的现在交易的氢能呢，他们都是按照以管道输送的，包括这个直接输入管道或者是和其他的天然气进行混合。我们的运输系统呢，其中包括呢，应该要以氨的方式，或者是以甲氧基环乙烷的方式进行运输。当然在这个运输过程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损失的情况，我们将会把它记录在运输损失这栏之下。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去计算专门转化系统、特别转化系统它的效率。最后，大家也看到，调查表中这是我们的第一版调查表，我们也希望呢能够继续下来最重要的一些有关氢能的信息。刚才我们谈到了转化氢能转化产业，它可以用来生产电或者是产热。我们看到这里有不同的一些行动。之后呢，氢能也可以被用在
炼油厂、炼油设施之中来生产不同的燃料。氢能数据报告一些关键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去记录氢能。它有六个表格，第一个是有关生产，第二是库存，然后呢是转化和能源部门的自用，然后呢我们有最终消费，然后贸易进出口，然后呢是能源能基础设施的能力，其中包括生产啊或者是存储等等的内容。当然我们要强调，这里我们关注的是某一国家某一年的情况。这个调查表是和剩下的其他的调查表是直接联系的。它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氢能生产的可能会使用到油、煤气等等，我们必须要把它具体的值匹配起来。除此之外呢，还有转化部门，我们要看到氢能作为燃料使用在精炼行业之后和产出是情况是多少。这个第一个表格呢，我们可以看到当地生产的情况，我们通过不同技术获得氢能。我们这里呢也把各个不同的能源来源都列出来了，而且我们也区分了是否采用了 CCS 技术、碳捕获和节流技术、储存技术。再提醒大家一下，这里我们说的氢能它的纯度应该是 98% 以上或者以上。单位是台焦作为单位。之后呢我们有转化这部分和能源部门，这当然也是比较复杂的。第一行列出的是当地生产，在表一里面同时也包括呢使用多少氢能生产氨，这里也应该报告进来。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转化过程中的损失，如果有转化过程的损失的话呢，我们在精炼过程中也应该进行相关的报告。然后有些损失呢是转化和分配之中过程中形成的，比如说在乙氨进行运输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损失也应该记录进来。最终消费根据不同的部门，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的年度报告表中有专门这一条。好，我们现在介绍的内容就是这么多。我也刚才告诉大家呢，现在呢调查表只是在初步阶段，我们和欧盟一起合作来开发了这个调查表。我也发现呢我们还有很多中国来的同事，我们也和中国有合作，因为他们一个单位呢也在做自己的一个调查表。我们希望呢他们调查表和我们是趋同的，这样的话大家只用填一个调查表就可以了，不用重复填写。而且这条调查表呢在线存在，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跟我联系。好的，我的介绍就是这些。